我们看一下这里嘛，这里以前是稻田的，现在你别说稻田了，连田埂都看不到了。
个青菜，也是只抓青菜出来卖。看到没有，这个青菜纯天然的，自己种的。你看都懂了。嗯。买一个小给你吗？看你买什么菜吧。嗯，太难了这个市场。有东西到了，还好那天我们不坐这个车，我们坐这个车今天才到，多少天了？今天才到啊，三天还是四天了？我们不是也买了一个了吗？总，这个我们买用电的，完美。啊，你买了啥呢？这个是谁的？完美。这啊，这个是在小杰村那里。帮，叫他帮他拿回去是吧？嗯。哎，刚回来没有？然后搞抓一种，去看没有？嗯。本来想买一顿火锅吃的，没有那个鸡脚，又买了两个鸡，两个鸡是吧？是两个鸡吧，对吗？十几口人吃饭啊，我跑了，来，他给他跑了，呀！哦，来电了，来电了，这个冰箱被水冲走了，捞回来了，洗干净了。还可以用哦，还可以用是吧？我老婆刚刚跑去告诉我，她说冰箱还可以用，呀，还可以。哇，这个冰箱，哦，厉害哦。他左水那里有被脚，被冲到那个河里面了。不是啦，不是他走去那里了，他自己怎么会走啊？自己冲。啊。我这边飞了。又减少了一点损失了，本来还想着要去买一个冰箱。给丈母娘的，能用就用着了，是吧？